你要干嘛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动手打人啊？哎，阿西，叶晨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我刚刚去你家里找你，然后你家里有一个人在那里凶巴巴的，我和他说话，他也不理我。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呀？没有啊，我家里有什么？对，一个男的，他凶巴巴的，好凶的样子。走吧，我们回去看一下吧。啊，行行行，来。 我来给你背吧，你这个没事，这个很轻的，你自己来就可以了。行行行，我给你扶起来，我们赶快回去吧。来，小心一点哦你。来，我给你拿刀吧。哎，好，走吧。哎，好。叶晨哥，你小心一点哦。哎，好，你也是。哎，哎，阿西，没事吧？路太滑了。来，我给你扶起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哦，你这个什么东西？锯了我一下。 你是什么了？我不知道，哇，什么东西锯了我一下。锯了你一下。哦，你想？火嘛。啊？可能是被火嘛弄到了，来，我给你手给你。哦，好痛啊，这个。哎，怎么？哎。哦。你这边火嘛很多的，你要小心一点哦。哦，好好好。这个弄好了，等一下就好了的。哎，好，谢谢你啊，阿西。没事啊，走吧。哎，好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我给你扶一下。行了，你先了嘛。香港不能不安置的，差十万个的。 真正的，我出去吗？我出去，我出去，我刷卡都难得拍参加不是啊？哦，不是，你们一天开局的嘛？出来啊，不是我的。出来啊，把我拍起比较高。加个马桶去了。哎，大哥，哎呀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的。你们动手打人啊？来，起来，起来。来，先放下，先放下。那上次我家的猪把他们家的玉米吃了，但是我给他爸爸给 一百块钱，他今天要1500。 你家的什么玉米要1500啊？我玉米做了一350天，那玉米哈，那不给钱了，那一亩都吃完了，也不给钱哦。那钱给了100块钱了，干啥子嘛？你什么玉米这么值钱，要管1500？骆大一坨，咱不和弄的钱嘛。行，这个钱我给你，你不要再来家里闹了，我给你这个钱，我给你，行行。跟你的对，跟我的对，啊。来，大哥，这1500块钱给你，你以后不要再来阿西家里闹事了。那这好多钱哦。1500。哦。 这个你不要给他们管了的，你儿子都听到这个系统啊。哦，对。阿西，你不要弄了，等会我要弄吧，来放下，你去坐着吧，你去坐着。哎，阿西，事情不是都已经解决好了吗？你不要难过呀。你怎么把那么多钱都给了他呀？他明明是看到我一个人生活，所以好欺负，想敲诈我。 没事儿的，你看他那个凶神恶煞的样子，他还想动手打人呢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，钱给他就行了。只要你人没事就好了。我会尽快想尽办法把钱还给你的。不用，阿西，这个事情我已经处理好了，你以后就不要去想这个事情了，钱也你也不用管了，没事儿的。叶晨哥，真的是太谢谢你了，每次不管是我遇到什么问题，你都会站在第一位。 没事了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站在你前面保护你的。没事了，阿奇。